It's said everyone has a story. China has almost 1.4 billion of them. From the mega cities to the vast countryside, from the ancient to the ultra-modern. It's our job to bring these stories to you, direct from one of the most rapidly changing nations on the planet. 现在你就只靠手机，如果呼吸机一拔，给人家算完了。先有，后有权限，我们都是尽量维持现在可用、习惯的。可以。都是从不接受到无可奈何，到做出这个选择。家属不能，因为我们要控制。这个做了离职，我找不到钱来了，马上报警，这样就行。你这个系统的法律地位在哪里？你不公平，老百姓就不捐了。 这半个小时还行，你看这是半个小时能够捂着，是吗？行，你一个小时能够疼到一百，你的功劳就大大的。拿天然药挺是吧？你看这么出血，咱们输的肯定赶不上他的次，我现在也就是担心这个事儿。这血压还真不能让他再下了。他是一个颅内大面积出血，包括脑干出血，然后呼吸。 那个已经停掉了，完全自主呼吸停掉，这个血压现在也是靠升压药来维持，情况非常复杂。家里的人的态度倒是还是很积极的，如果不行的话，他还是愿意捐钱出来，附加爱心就出一下。他们原来了解过到2000000捐献的事情，之后就明确表态，就说就全都捐掉，能捐能用的都用。等一会儿，你等。 拒绝治疗，放弃治疗，对，放弃治疗了，嗯，那也没办法，他没有意义了，你还强求他干嘛？是不是？明天。昨天是我工作外出回来，回到家嘛，然后就看见他正在洗衣服。 突然就看到地上，就是他躺在地上了。嗯，我回到家时候已经是躺在地上了，腿和手呢一直在抽搐，当时很慌嘛，就打120，然后打999，叫救护车。人家说现在你就只靠呼吸机，如果呼吸机一拔，这人就算完了。嗯，行，走。 快点酒啊！嗯，行，去吧，去吧。好，这边。做决定的时候，就家里人都看着我，这压力也很大。这个意见还是很统一的。 爱人说的，捐献遗体吧。说你要是烧了，不也是烧了吗？有些能用了，当然给那些需要的，对吧？也就这么想，没别的多想。 我爸爸这个人，他是比较热心肠的，然后呢，他平常也跟我姑父，也跟我说，就是假如说他哪天要是真的去世了，你就是能帮助其他人就帮助其他人。平常你在偶尔之间有点小矛盾或怎么着，那他还是个爸爸，就会照顾家里，对吧？可现在你回家一个人。 什么事都得自己来，说话的人又少了一个。怎么知道？啊，什么？啊。
Hello。他当时因为他是肺炎引起的一个中毒性脑病，这个案例我们已经跟了两周有多。其实他当时入院的第五天就已经没有任何脑干拍摄了，那家属一直不愿意放弃，一直要积极治疗，因为毕竟他才六岁的话，其实来到这个世界上也就短短6年时间。后来到了第14天的时候，在跟他沟通病情的时候，然后他已经接受了。今天中午1点左右会完成病治疗的。就昨天中午大概这个的时候，给他评估过一次。然后呢，家属也觉得这是一个好的事情，而且他一直跟我强调，小孩很聪明，长得很漂亮，很可爱，很听话。那器官能捐出来救到其他人，他也希望，就是觉得我这么可爱，这么。听话的一个女儿，就是可能还生存在其他人身上，她有个念想，她觉得她还没有走。哎呀，这个东西会有，但是我会，因为毕竟家属更难过，所以我们要控制这样子。她现在已经是一个脑死亡的状态，就是转心电图。心跳一直都有，就这种脑电了，像他的就是比较。那我过来了，好。我刚过来那个PICU 的九楼，因为他家属要我们那个徐医生跟他解释一下那个判定的结果。根据分配系统嘛，到时候看匹配到哪些器官，就我们就会过去哪些器官这样子。2015年1月1号全面停止四球器官的使用，但是器官不够。器官现在全世界都面临器官短缺的情况，中国我们测算呢，中国大概需要。器官移植的是在30万左右，但是我们现在等待名单的人并没有那么多，等待名单加起来有3万多人，全国现在平均每天分配40个器官，你不公平，老百姓，因为10:1国际上的比例，中国如果30:1的话，你分配给一个人，另外29个人就丧失了机会。我们等待名单上每个月有几十个人死。器官分配系统建立了一个初衷，就是我们希望能消除等待中的死亡，变成零，就是然后这个是历年的，你如果鼠标滑过去的话，会看到这个每一年的。稍微停一下这个，可以吗？可以。2011年4月份上线的时候就有这个功能了，我们是没有时间去升级。那咱们这不是今年终于是有这个机会去升级它吗？今年终于有钱升级了。对。最难的时候是2014年、2015年的时候，2014年底，然后2015、2016年，这2年半的时间是最困难的，因为国家的资金一直没有到位，然后那个时候我们的系统又是一分钟都不能停，我们团队那个时候从40多人降到了20多人，因为我勉力支撑嘛，工资都发不出去嘛，大家还要加班加点是吧？美国我讲了，美国是有350个人，我们本来只有40个人，又在不断的在流失人，这压力是非常非常大的。其实说了半天是资金钱，这资金钱总是有出入的。在这过程中，基金会给了我们支持，基金会筹了资来支持我们这个系统的运作。核心的问题是我们要把我们的思路。我们的做法，我们的理念要贯彻到跟我们配合的这些所谓的协调员和一线工作人员，而这些人都不是在你的办公室里头，分散在全国各地，也就是在173家医院，靠什么统一？你就靠培训嘛，是吧？你得出
培训手册，每年的培训手册是吧？我们今天要做什么，要什么，哪些地方升级？现在我们靠了什么？靠了长时间的、不厌其烦的，在任何一个场合下，我们都反反复复说的，是这样的。但是效率相对来说比较低，比较低点，是吧？嗯，这个系统是关系到生命的，它不仅仅是这每年一万多人接受器官移植，它还有13.69亿人，它是潜在的器官捐献者。今年实际上我们已经做了很多场这样的活动了，各省的红会也一直在做这种进医院、进社区、进校园的活动，就是普及这个器官捐献的理念。啊，国家捐献最准，全部捐献，关键现在不知道什么时候死呀，你说他这么想，其实咱们是一种善意，对吧？现在可以，现在都已经做了，哦，那可以，那行。哎，嗯，好的，好，谢谢。就我家老公，家儿子，其他啥，我说，其实他们也来填一份。哎，人民人嘛，就这么几十年嘛，人死了以后，都能做做贡献不更好吗？那你说我要说死了的话，说实在的，你说我真的说买一块墓地，我还占着地，我要这样呢，我既为医学事业做了贡献了，我还环保了。也是我妈这个和我们家人推动我最后做这个决定的。我一直在考虑这个事情，然后我妈妈就说，嗯，器官这个人死了并不能带走什么，所以这个如果能帮助别人的话，其实是一件挺好的事儿。啊，您稍微等一下哈，李先生，嗯，40岁啊，入院3天了是吧？明白了。年轻人比较容易接受。现在这几年会有很多主动打电话过来，要求能进行器官捐献的，啊，就以前是很少的。准备走了。24小时时刻待命，就是凌晨2、3点也可能就是有电话过来，那你要保持电话来畅通。早期的话，这个成功的比率比较低，可能有1:8吧。但是现在是成功的比率大概是1:4-5，就4到5个病人跟他们家属沟通以后，可能有一个病人他会同意。这是从江开始。慢慢从哪上去的？没事。看着这每年的器官捐献案数在逐步的递增，我们的努力有体现在这些数字上面去。因为预计今年会超过5000多例的签过。好，行，那我先跟病人家属谈一下。因为第一个呢，他因为年龄比较大，另外肺里现在有感染，所以心肺现在可能是用不上了。然后另外呢，肝脏呢，可能他都需要肝移植，如果他活着的话，他要需要一个肝移植的肝了，所以这个肝脏也肯定是不能用了。然后现在就两个肾脏和角膜，嗯，两个肾脏我们现在尽力量去做一个保护工作，嗯，然后看看能不能，能够维持得住。那这样，按照医生说的嘛。我们就是尽量维持现在可用器官的。可以。喂，哎，冯总，哎，你好，不好意思啊，大晚上，那个 HLA 我给你发过去了。内分泌结果就一个去了天津井，一个去了。郑州，郑州医大第一附院嘛，它就系统匹配的，我也不知道，因为我们只把数据往里输，其他我们也不管，他到时候志愿机自己会找，实际上他分完以后是谁，我们也不知道，因为他都是代码。咱们去看一下病人。好的。好。
不小。哎呀，同志们啊，怎么样啊？啊，你这些心率有点快了，记得站住，别高跳的停了。尿量怎么样？尿量不太好。你这个血压呀，得升到130的尿量才能好。容量不够呀，一直输着血，输着液呢。尿现在有一小时有多少？上个小时20，这两个小时尿量有点少。这不成，太少了。这个肾的尿量肯定不行。这明天就完了。我这个病人现在也维持有点困难，血压和这个呼吸氧合这都还能维持得住，但现在尿量有点不太稳。他下午有过一次出血，我现在在加蛋白、加容量，然后输血，在那帮他顶呢，给点利尿药。我说这一两个小时一定要把尿打下来，你至少得80以上吧。反正心功能也不是特别的好，因为我对他我就觉得他心跳砰砰一下停了。如果今天有什么问题，如果特别是像那尿量，如果要一直就这么样的话，再给我打电话，记住啊。你就住这屋呗，那椅子不给你放那儿吗？对，太冷了。说的对。对啊，就得盯着呀，中病人就得盯着呀。实际上，捐献因为它是病人的病情、器官的质量，再加上家属的态度，这三者必须得有一个动态的平衡。包括像这个，你看现在这个玄乎叫，你稍微有点盯不住，就开始要出问题。现在血压就好不容易补上来点了。你就这一道血了是吧？对，就这一道血了，这是第二代了。哎呀，一分钟能到2毫升，哎呀，就行了。这日子就能过。连20分钟30毫升，你要这么算的话，一个小时90毫升。不是，刚刚够。太好了，你要今天晚上能维持到9毫升，明天我请你吃饭吧。是今年年初才得到了国家的一个经费的支持，2000万的一个资金来升级这个器官分配系统。其中最重要的内容就是通过 COTAS 器官分配系统来建立监管平台。新的系统上线之后，我们就能够做一个实时的一个监控，器官来源哪里来哪里去。我的器官去哪里了不知道，那就马上报警。对。然后我的这个做了个移植，我找不到器官哪里来的，马上报警，这样就行了。器官获取组织还有移植医院在使用过程中有没有发现不合规的一些行为？啊，我们是有发现的。就当年培训的时候就是这样，你在器官产生分配的时候，那么你分配方首先要主动联系，就是说分配到的那几个排名前五个的那个第一批的那几个医院要主动联系嘛。像我们最开头都执行的非常好，他们很多肾就是一分到我们这，他们的那个李彤医生，他都真的是很规范，他就会主动的打电话给我们啊，你查看，赶紧查看那个分配通知书啊，那个钱非常规范的。那后面的话，不要说他打电话给我们了，我们打电话去追访问都没有人理的。这很严重。N 次都不理，那谁还去打这个电话？OPO 就拿着器官那个人应该是打电话给你的，这个是我们要我们红字写在那里的。是啊，早期我打了一年电话，后面我电话都懒得打了，我就发条短信，我说我收到 Protest 的匹配短信，你有情况你就打给我。通常发出去一百条，回的客气点的回一条，对不起我们处理掉，有的不肯就不来，你别说电话了，短信都不回。他们会出手的。我们现在已经很多情况，专门下一步专门改进的一个对象。特殊情况登记等于是没有用分配系统分配，它等于绕开了分配系统，但是绕开分配系统分配是禁止的，阻力还是我们
存在一个旧的机制，你要破除这个旧的机制是非常困难。绿色通道开通那一天，全国中央电视台32个记者站待命，想拍第一个绿色通道，我们到处追不到，我们告诉记者第一个全扑空了，早就走了。为什么你们都收到他的那个短信？你这出大事了，你这个全国在盯着你的，你这系统还在分配，你这希望刷刷都跑出去了。但我后来他急了，那个樊处长也急了，我也急了，我直接打电话给一个医院，我说你怎么回事，我说为什么你不接受，你是第一位的，没人打电话给我。你所以没，我们现在这么一口本报告，一级一级我们报给基金会，基金会黄部长看了正式报给他们，他们现在下面就我们回到最根本的一点，器官属于谁？它是稀缺的国家资源，它属于这个国家，它属于这个社会，它不属于某个医院，不属于某个医生。我不认同一个临床理由，一个临床医生就说这个系统我不用了，那这是整个系统崩溃的开始，这是不可以接受的。为什么有的医院他不愿意用这个系统？那为什么要系统来分配？以前是我来决定，不挺好的吗？但不是这样子的。从大局上来讲，老百姓是不信任这个这样做的。在没做那个渠道之前，我们想建议。没问题，没问题啊！现在您这几位，五位还有吗？没有了，可能还有俩，还有到了吗？没有。不知道他到差不多了，赶的一个小时以后，这么着，这样吧，这么着，我们赶的时间赶过来，他们赶了，赶不上就算了，就算。好，按您的这样的，你跟那个护士长要两个那个隔离服，把这个厚的外套可以先脱了，里面很暖和的，穿一个隔离服，跟父亲再待一会儿，好吧？对，多陪陪你吧，对啊。哎，他这个真快，真好。他这也真快，下午4点，然后实际上到医院人已经不行了。可能是3点多钟。3点多钟，因为我这同事打电话没接到。实话讲啊，这种情况我特别感同身受，因为在哪啊？对于去世的亲人来讲，他没遭什么罪。对，人他享福了。对，他享福了。但是活的人就撇下这么一个儿子。对。活人说这一儿子怎么办？其实他也没想什么，我这一个月一直都在医院，腿又走不动，就也是有点后悔吧，没能帮他多少。我是一个不会表达的人，我是一个不会表达的人。弟弟，你放心吧，我把你照顾久了，听见没有？好好的走，平平安安的，你就放心的走吧啊！别惦记家里的啊！当医生的什么都是压力，对面都是人，那没有压力的大夫可能不存在。签个字好吧，签个字。谢谢你啊，谢谢你小伙子啊，谢谢你啊，非常感谢你啊，谢谢啊。那个76啊，就这捐的这个76，还是很那个，这可给肾孔的肾人家里争光了。对啊，是。真的给你一个闪退。今天是2017年10月26日，
今天是统领钟先生一个不幸的日子，也是他终于逝世后捐献器官、奉献爱心、救助他人一个有意义的日子。现在让我们向统领钟先生默哀致敬，开始。现在我们是一个全新的体系，历史那一页翻过去了，我们现在仍然存在无数的问题。你这个系统的法律地位在哪里？我们的立法人体器官移植条例2007年捐献的试点是在2010年开始的，所以这个条例里面当时制定的历史环境没有包含捐献这个环节，所以我们现在当务之急是应该修订条例。我明白中国很多问题，蛋糕怎么切是个很复杂的，但是这件事情这是国家的责任，它超越了器官移植委员会。器官移植委员会只能够协调卫计委和红十字会两个部门形成的，那么还有其他部门呢，对吧？你刚才讲到救助民政，对吧，在里面刚才讲到打击买卖，公安、运输器官、交通，人人都应该有接受器官移植服务的权利，社保在里面，太复杂了，所以它应该是有顶层的一个设计在这里。我们技术如果没有制度去匹配，我们是没办法去落实的。我们再实际再严密的一个流程操作流程，它同样会被打得千疮百孔的。要做的事太多了啊，你不是说有钱就能做好的。现在最担心的就是什么时候我们能够修订我们的法律，什么时候我们的顶层机制能够建立起来，什么时候靠它的法律地位能够在法律里面体现出来，在法律里面体现出来了，这个作为这个系统的创始人、设计者，我觉得，这一辈子也没白过，是吧？这是什么呀？给他结婚的时候的。不是不是，是手气的。手气的什么？啊、手气得的那什么奖？他可能商会的照片，可能是就两会，估计就两会，就是两会嘛，两会、啊、两会的时候啊，首席集团嘛，要不然得什么奖的时候还光荣嘛，肯定是得的什么奖啊，这是状态最好的时候，没有都没得病的，没有病，嗯，这是。我算好了，嗯，后头加本儿里就拿出来，嗯，那都加本儿里。嗯，来单膝，稍等啊。放灵，将亲人请来确认。逝者已矣，生者有道。逝者虽死犹生，不论他留下了什么，或者一切都荡然无存。愿逝者安息，生者永逸。将花瓣都倒进去吧。倒。走上你一路好走吧，啊！嗯，入土为安了。啊，走吧，走吧，你一路平安吧，走吧。对，来年再看你来啊，兄弟再说吧。谢谢，谢谢。